絶えないな。我的车车。你要做什么？哎呦，哎呀，今天可以遇到新角色了，也不错啦。我们都认识一下。将点心交给动物吧。来，今天这集的标题哦，可能就是罗奇。哎，所以跟他讲话就可以认识了耶。我今天用侧面给你们看哦。没有，我们就标题。那什么是罗奇呢？这样其实就代表他跟你聊天啊。那罗奇应该算是一只无尾熊吧？那可以给他点心。嗯。那我们这个点心叫金冠点心了吼。哦，这游戏非常有意思哦，你看，我们还可以讲一些道具。他今天可能就是跟你们讲这一只吼，然后我要去弄其他的东西了。啊，这个 gay 啊，哈、啊。哎，邀请两名动物到露营场，我们先搞这个。哎，那个是有人叫好友吗？啊，我露营场里对啊，这个吗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我露营场在哪儿嘞、欸，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这是有人加我好友吗？等一下再弄好了。哦，哎，等于是我们自己开车过来，是不是？天哪，这起码修够注意啊吧？啊？啊，这是我的车？啊，不是啊，开回家啊。傻眼哎、欸！那、啊、到底怎么开回家？不是不是，我不知道我家是哪一个哎、欸。我、哦、还有阴森广场哎、欸，哎呦，玩这么久，结果我们不，你竟然不知道我们家在哪里？天哪，我不笑了，应该是这个吧？不是不是，对，我家在哪里啊？总不可能是这个吧？哎、欸，是啊。哦，所以这期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哦，还有自己的家。然后你可以出去游乐园啊，反正就是一个非常模拟的手游啊。然后他的任务是要call两个人过来嘛。哎、欸，那个猫咪，你睡我的床哦，困到真爽嘞吼。你要把一只call过来，那我们就有阿瑞奇call过来。啊，阿燕你可以来吗？那你就把他邀请。阿燕那边我们 call 过来了，我这期这期今天起就够注意了哦。哎、欸，是我过去还是他过来啊？哎、欸，这样应该有算吧？哦，啊，这样他就去我家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还在原地，哈哈哈。好了好了，算了。